大家好，我是赖清德总统啊，有看啊，我们就送红海股票一张。不是那个，那你可以发一点猪叫声，我就。然后说哦，可以了。郭子乾搬赖清德访华送红海股票，中心令薛猪一次 OK。用牛魔王的口气叫大家来看这部戏。牛魔王，对对对。被誉为近十年来最强台湾动画电影《八戒决战未来》，邀请徐光汉、邵雨薇等中心配音，双议会现场还邀来政治大咖。好不好？苏贞昌啊，大家好。我是赖清德总统。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见面是很开心啊，因为有这个八戒动画这个电影，可以说代表台湾的一个精神啊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进戏院好好的欣赏八戒这个动画电影啊，有看我们就送红海股票一张。我不敢相信，我不敢相信。钟欣凌同时配了国台语版本，也被监制点名最有语言天分。哇，我还是觉得是欣凌哎，他就是。因为是跟猪的故事有关。因为他们说在里面发出猪叫声，我就，然后说哦可以了，我说啊就这样就过了就过了哦，发现哦可能跟那个对平常的那个调养有关。